本期话题：骨髓补功效作用与主治。王世静，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老年病科主任医师。一般来对一些骨质疏松，比如说腰膝酸软、骨质疏松、腰背疼痛，或者筋骨折伤，或者是骨骼的发育缓慢，除了以外呢，它还有第二个作用，它就有壮阳的作用。它比较温和，一般常用的，比如说像桑寄生啊、骨髓补骨质，还有就是像杜仲牛膝这一类，都是轻微的补阳，但是也能壮骨，一般都和这些药一起合用。它一方面呢，它具有了就是说促进伤口愈合、促进骨骼愈合，另一方面它能够消肿止痛，对疼痛呢它有活血的作用，所以呢骨髓补它有温阳活血，所以呢它实际上它这两大作用是它的最基本的，一个就是补肾壮骨，第二个祛伤止痛。